法、心理、人類、心、アプリ、タクション、マッ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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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他谁朋友呢？我在法国学习汉语一年，家在哪方面？有好多爸爸妈妈两个姐姐，读去新市做买东西，衣服去买，还放啤酒，吃饭看电影。不太爱好的老邻居太多，我们一起喝。工作，公司一月在立春学院那里。网友北京年轻大学生对专业计算机里面常常通信羡慕，叫罗美，今年去福山大学学啥？经济、听音乐、流行歌曲唱，卡拉 OK 跟唱歌。每星期二大学以后多多关照。当早上连起床半出门。上班下课到中午和同时外面吃饭，下午下班当时加班回好饭左右睡觉。明天后安利患者没下迪士尼乐园，我怎么开车啊？见面东京站怎么样？可以请不见不散，被休息接报信。同信照相机一花又桥间情况，丽人比人漂亮，性能非常方便。用一下也别忘了一路数码相机样子对吃货小林还好久推荐了，最近还可以学校能有点有意思保育，现在孩子麻烦你和学习的有时候跟家里人白嫩都还女学生，他们用汉语字典来送东西，教室将桌子把椅子带录像机电视机放入男课读书时预为中文杂志录像带黄天桥区站附近作为杂志有点绿中灰色友好绿色，左边后乳炎宿舍旁边后乳窑怎么知道就左边啊时间训练还一定听说好玩地方及摇椅又游乐园离地铁交通餐厅茶馆对面运动场，东京棒球场，棒球比赛。要还是外国香港新内容服务部奇迹，烟机一游泳滑翔箱滑雪弹钢琴，白天玩晚上，表较比较。四季
夏天、海边、春天、秋天、冬天、时候、雨季。日月的前后与户外放的不需要三年的季。因为上次咱们二队当然下午要聊期待另一面印象区别特别和中国什么才给了讲讲决定要约好下休息后不许衔接我们原演员的精彩拒绝明星好懂了解明白因为不做作为不做轻举发煽动遗憾这再好去做跟台代的下次强交要讲赛跟开始要这么爱的男子来谈话为办告诉退表示好空心在新鲜和一个螃蟹一见能一问要欢迎在一方为外资企业从交代客人温少爷农贸市场概念约卖金换条虾欢迎小意思各级计划会录取漂亮小花在准备节目前出席一日快先来送出方式让被用电子游戏送你金花好听可以小朋友可爱秘密建议楼子还一间家庭主妇小学年轻年级上幼儿园起床早要送出门让垃圾公民官看着罗拉 M 主席搬家座椅辛苦20分钟天总报告搬管在习惯上有的南山有变山地别的安排会放心还是别人局有案没意思原来报告诉全太担心祈祷非常高兴到足够热一起找去接续即使以后再说好久真好方赞祈祷味道不错已经被了解国内情况丈夫打电话我给我高脚的展望工厂生产企业先进管理客户定次活动参加会议以上逻辑往往北京考验一边庙会对立白纸茅台鱼微剧及路上几边
七世纪中小区饭店第一届接续打算天安门基本上顺利都让一小小花练习发音入专用展酒精半是讲半是去颠倒公园地图发发烧中颠倒中药材多金豪薛豪杨郭宇辉方雪从那郭甲管我手掌管心想掌出卷筒历史描写作品小说感动远远的挂跟故居前面一带老张居老字号根据花具掌管去去年练解放前然后方歌善言好奇京剧善想摸讯冷冷炎炎略下生有情不用主要的图意保护情意别句及如果好好听话可乐乖家务小灶洗灶前一天出席接热闹的我吃关板然后也要午饭哪里小区约情况如何开心一直不忘日月立居无力后来后差不多一路日光那长长延缓客厅特地铁站交日中安排行姚密仍然经济日日日主动交通守候又那北京走在太下游一望中房让微信彼此问候举意身体关心严师生继续问题那样就京都陪披鲜血花经常因经验进步有了因为信仰帮忙整理那来一句请律师有句非常有名不讲走去新干线舒服要参加干点物质上占据尝试想西安从如你进水速集中黄山做总理纪念碑流血后来不
人数为歼灭歼灭事件。吴姓阿布宁贵行，我姓李，宁贵行，我姓阿布，他姓什么？他姓满，你满吗？我不满你吗？我很满。32ページ。これは何ですか？亲近亲坐，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请喝茶。谢谢，这是什么茶？这是乌龙茶，真好喝。你的爱好是多少？我的爱好是3、8、1、4、3、5、9、7。再说一遍，你的生日是1月几号？我的生日是7月24号。他是谁？他是我朋友。他是哪国人？他是法国人。他也学习汉语吗？不，他学不，他不学习汉语，他学。学习日语。你叫彩，那好，我叫彩虹的，我叫有几个人，我叫有五个人，都有谁？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姑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姥姥，爸爸妈妈，二个姐姐，我弟弟妹妹。全省太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你去哪？我去西施。你去西施做什么？我去西施买东西。东西，你卖什么？我卖衣服。你去什么？我去棉。你呢？我去找到你的啤酒吗？我不，我不喝。你喜欢看电影吗？我不太喜欢。我的爱好是打保龄球、打打夜。喜欢打保龄球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你做什么工作？我去公司给予。你在哪学习汉语？我在学习一中学院学习汉语。你做汉语真好，聊一聊。在这个人看，这是我的朋友，他是哪的人？他是北京人，他也年轻，是不是大学生？对，他是大学生，他的专业是日语吗？不是日语，是计算机。你们讲讲东西吗？对，我们讲讲东西，牵线吗？大家好，我姓阿布，叫阿布有没有？我今年18岁。是苏三大学的学生，我的教专业是经济，我的爱好是听音乐，我喜欢听流行歌曲，我常去卡拉 OK 听唱歌，我每星期二在大学学习汉语，你在我一个多少关照。我明天早上6点起床，7点半出门。我们公司几点上班？我下一刻9点到公司，9点午中午我和同事去外边吃饭。下午我10点半下班，但是常常加班5、8点。回家9点洗完饭，12点左右睡觉。明天你有空吗？明天公司放假，没有事，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了，好吗？太好了，我们怎么样？开车去怎么样？好吗？你们在哪见面？在东京站见面。好，1点了，早上8点可以吗？行，早上。
上八节敦章东京站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有点王丽每天明天有点有空王丽说公司明天休息没有事有点有点因为王丽地铁就迪士尼乐园上面迪士尼乐园王丽很高兴他们明天早上八点在伦敦站见面，开车去迪士尼乐园。这是谁的照相机？是我的。你的照相机又小又轻，多少钱？2万日元，便宜。你的比我的照相机漂亮，性能好吗？很好，非常方便。每天我去迪士尼乐园接我娘一下好吗？好，别忘了我们的礼物。这是谁？这是你发的智能相机，又小又轻，性能很好。他的照相机比我朋友的便宜，2万日元，两子朋友。很便宜，明天有美女去迪士尼乐园，他的另一话说也忘了一下好吗？你话说好，别忘了我们的礼物。好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还可以，你那么最近常常加班，每天不许老中了学校，每天都是要去。我们星期三星期五学习汉语，是吗？你在哪学习汉语？我在立中学院学习汉语。汉语难不难？不了，日语也很难，但是很有意思。我是公司职员，在贸易公司工作，我现在很忙。每天6点上班，5点下班，常常加班。我每天三星期五去一中学院学习汉语。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的学好语话，我常常他说汉语。我有两个孩子，男孩今年7岁，女孩今年4岁。继续的过程给他。孩子们一起玩，有时候人家里面去外边吃饭。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有500个学生，那么多都是留学生，都是学习汉语的学生吗？不，我们学校还有中文留学生。你们常跟他们说汉语吗？常说，有时候他们连我们说日语，他们说的汉语都您都懂吗？不太懂。你有汉语字典吗？没有。这本字典很好，送你一个，太谢谢你了。这是什么力量？介绍他们学校有很多教室，每个教室都是20张桌子和20把椅子，还有一个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机。他们班有二十个学生，还有二个女学生，8个男学生。他们星期三、星期五去的进右库。他们学校还有一个图书室，图书室有日文书。由于中文区还有很多中文杂志和录像等小林长曲读书室结束。你们学校在哪方？在方天桥球场周围。有时候什么时候什么了解学校有点在立春学校有跑不了，左边是后里面。我朋友的宿舍也在后里面，旁边是不是后里面？对，你怎么知道后里面去？在我们学校后边，在星期六我去朋友了，有时间顺便来我们学校看看。好，我一定去。听说附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是啊，有一个很有名的
幼儿园，我们有时候去那个地方的话，大跑一圈。我们学校里黄田小学讲古代语言，学校附近有田，还有几个地铁站，交通很方便。学校后边是后儿园，那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一中友好会馆在学校右边，那有两个餐厅和一个桥洞。学校左边是罗密的后面，对面有一个乒乓球中心，篮球场也在学校附近。我相信跟朋友一起去看篮球比赛。我有两张验票，我们一起去看怎么样？太好了，是日本电影还是外国电影？是香港的新电影？新香港的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同时说那是一部喜剧片，那我一定去看。小林，你常去看电影？常去看电影是不是爱好之一？你还有一点什么爱好？游泳、爬山、旅行。这个星期六我想和朋友一起去，发现你的爱好真多啊！我现在还是想学弹钢琴，你还有几天学汉语吗？小林的爱好很多，他白天工作，晚上学汉语，学习汉语，学习率大也是比较满，一年四季他每一家。常常去外边玩，去夏天去外边游泳，春天秋天去爬山，冬天去滑雪，在家的时候他听音乐弹钢琴，有时候跟家里人一起去喝。像卡拉 OK 跟小林约的，他的创业很愉快，但是最近他有一个烦恼，下去是没有时间。喂，我林，我是小林啊，小林你好，上次说的汉电影。咱们学什么时候去看啊？下星期六怎么样？我什么时候都行啊？对了，我朋友也想去看《孤影》呢。当然可以，咱们看几点呢？上午我要去新思买找东西，咱们看下午的吧。可以，听说鸡蛋有一个新电影院，你想去的特别好去吗？那就要去那个电影吧。好，一定在期待站东国见面，好吗？行，就这样，下星期日一面在期待东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下里有两张电影票，他也从我留学上礼拜一起去看电影是香港片。小林给李波的打电话，跟他商量怎么去。李波星期六上午要去新思买东西，他想等下午的，期待有一个到时的新电影，他们决定去期待他们约好下星期六下午一定在期待东京。中国见面，今天来看的人真多。最近中国电影很受欢迎，是吗？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这个电影故事情节不太感人，不过演的很精彩。男主角是香港的明星，女主角呢，也是香港的演员。不太是北京的，也是有名的演员，那个儿童演员演的也
你读懂吗？他们说的汉语坏，有不太明白。最近在中国电影很受欢迎，这一天去看了的人非常多，因为我和李佛拉去的比较早，我座位不错，看得很进去。我们看的电影是在香港拍的喜剧片，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中国的明星，他们常去外国工作。我觉得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演员演得很进去，很生动。演员的都很生动，故事里发生故事情节和带来的电影里的汉语说的很怪，我不太明白，觉得很厉害。吃的菜怎么好吃？好，幸福过我在我的菜，那面好吃，我带的做菜做的很好。下次你能来我们家，我叫站长他做的菜，他好了，他谢谢中午在做的，怎么样？还可以吧？你在家做饭吗？不站着，我叫。有几个叫家长在好吗？当然可以听说你看看你就是汉语运气也很好了。他刚开始说他的汉语不太好，但是很喜欢去学汉语，就要多说多听。我们老师也怎么说，小林的爱人叫杨子，他也说学校有点很远，现在他说的很远很不太好，有时候家里还是我们叫他们很远，他们常常有很远的话，觉得很有意思。杨子坐在坐得很好，小林和孩子们都很喜欢吃。下星期天李花又来他们家，杨子先给他做日本菜，杨子不知道李博阿喜欢吃什么，问小林怎么办。小林告诉他李博阿最喜欢吃饺子，小林的爸妈也喜欢，他们决定下星期天一起包饺子。你好你好，你又叫什么？有空心菜吗？有。我们这个菜有新鲜又有便宜，卖一卖宽心菜一个宽心菜300日元，一段700日元，宽心多少钱？一斤一千日元，我卖五斤能赢两五斤四千，你怎么样？好，我也。一斤一碗多少钱？一碗1500日元，这是一碗日元，总4500日元。谢谢你，欢迎你再来。一方有一个美女叫李芳，她在北京工作，是来自企业的专业。今天她要在家。交代从日本来的客人，他想给日本客人做晚饭，下午一般去某某西餐买还买一些。现在我们带他去看看中国人怎么买菜，大爷你的 ASMR 怎么买？已经习惯，这条多少钱？3斤30块。香呢？1斤20块，我要炸鲷鱼，再来一斤香，能便宜点吗？45块，怎么样？能再便宜点吗？好，40，好，谢谢你了。